这个灯修好了，是你安的吧？嗯，好，好小伙。电视剧《我喜欢你》正在首播，顾胜男和陆晋前几次的邂逅都不太愉快，两人还接下了不少梁子。陆晋更是对顾胜男敬而远之。然而一次厨房的意外事件，让对美食无比苛刻的陆晋被顾胜男的厨艺折服。 顾胜男又食物化敌为友，不仅征服了陆晋的胃，还征服了他的心。陆晋也不断激发着顾胜男的做菜天分，为了追妻，陆晋还故意在顾胜男家旁边租房，成为他的邻居，买老婆饼送顾胜男疯狂暗示，二人在逐渐的相处中摩擦出了爱的火花，并且发展突飞猛进。陆晋送顾胜男回家，趁着楼梯灯坏的功夫，陆晋想摸黑偷亲，顾胜男心照不宣，放下包等着被亲，结果却被邻居修好了灯，两人一下子尴尬的不知所措，这大爷出现的可真是时候。